台北市第二届后备军人运动大会台足比赛，自从今天起一连五天，在台北市南昌街公卖局球场展开比赛。今天从上午8点半起到晚上8点半为止，共有8场比赛。建成区以2-0胜双元区，中山区以2-0胜景美区，中山区以2-0胜古亭区，北投区以2-0胜南岗区，大安区以2-0胜士林区，内湖区也以2-0胜延平区。今天晚上的2场比赛是龙山区以2-1胜大同区，木栅区以2-0胜城东。